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看看。哎，哎，哎，张教练，周总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你好你好你好！各位队员们，欢迎欢迎！哇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嗯，小唐，哎，照顾队员们坐下。好啊，队员们这边请吧。教练，哎哎，这边。哎，教练，小姐姐，坐哪？好好好，谁？ 这边，来。那这个信息素，它有抵抗的办法吗？那能抵抗吗？那可是生物学认证的天性。坐这儿。来，来，你去。什么什么？你不跟那边打招呼啊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坐这儿吧。好，谢谢。坐这儿吧。 陈清源，那个关于绯闻，你是不是都不换洗衣粉了？为什么总有一股特殊的味道？我不用洗衣粉，我用的是肥皂。今晚我特别的荣幸，能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。那首先我要祝贺一下锦标赛冠军沈清源。 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福利环节了。我们睿智波呢，特意找来专业人士为各位运动员们准备了无酒精的无套酒。今晚大家可以尽情享用。好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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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
来给你道歉的。关于之前炒绯闻的事情，对不起，不管这是不是我的本意，都给你造成了困扰。我不在意。可我在意。之前发生的直播事故，我以为我会被公司辞掉，结果没想到周总肯饶我一命。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工作上以后避免不了接触，所以之前说过不见面的话就……但我保证，我绝不会纠缠你，更不会拿我们的过去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啊？你是不是那个设计冠军沈清源呀？可以给您合张影吗？就一张，可不可以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拿着。哎，别走啊！欢迎来到糖果王国，小糖糖的奇幻生活即将开始了，里边请。哎呀，尽情享受吧！二位，请尽情畅快的玩耍吧，拜拜。你听过古代狐狸骗人的故事吗？没有。就是有一个书生，晚上赶路，遇到了一个大户人家，受到了热情款待，觉得如梦似幻。早上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躺在荒山里，那些好东西都是石头跟土块，我怕这些也是幻觉。没有，很真实。你看这儿还有招商广告呢。走吧。要不要冰淇淋啊？你要吗？运动员不吃冰淇淋。我要一个酸奶味的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多少钱啊？20块钱。那，哎，等一下，情侣打折，买一送一的，再给你拿一个。我们不是。走吧。那。
老板，多少钱？20。沈清源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为了不让你预定明天的热搜，你带上吧，你带嘛。谢谢啊。来，岳飞别忘了啊。小姑娘，岳飞沈清源，你来，你肯定行。这个的技巧应该跟射击差不多。我试试，来一把。好嘞，给你飞镖。来，扔飞镖了啊！应该差很多。我再试试。扔飞镖了啊！够了够了够了，把神！不，我再来一把，老板再来一把。哎，好。耶！哇，厉害厉害！恭喜你，这是我们的超级大手小熊糖果布偶装，你男朋友呀是这个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走吧。沈清源，这个送给你，祝贺你的冠军。还有这个。不需要，谢谢。射击比赛时长一般都是几个小时，对运动员体能消耗非常大，所以我们的训练一般都是混氧训练，还有有氧训练。游泳。游泳就是我们的训练项目之一，我们有专门的医师在旁边负责帮我们计时，时刻关注着我们的身体状态。以前我们的训练都太单一了，只有这个跑步还有哑铃，很多运动员都因为这个出现了劳损性的慢性病。现在我们队里引进了最新的训练方法，有跑步、间歇跑、变速跑，还有自行车，还有游泳。所以呢，这些项目可以全方面、多维度的大大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，还有身体强度。慢点，小心！慢点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突然落水了？我跟着镜头不小心掉下去了。江一天，你也不看着我点。谁知道你那么傻？干嘛呢？队长，教练说今天瑞直播帮我们做一个训练日记，让我配合一下小姐姐。拍完了吗？没事了。要不然接下来就让沈队来介绍吧，我们还要完成今天的训练呢。我们就走了，走。开始吧。这是今天台本，你看一下。没什么问题。你耳朵怎么红了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看看。谢谢。没事。准备好就开始吧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下厕所。你知道信息素吗？那是什么？书上说，雄性动物只要闻到了雌性动物身上的信息素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靠近它。动物？就像猫跟猫薄荷，会上瘾，而且没法抵抗。什么？
我感觉我对你有点上瘾。走吧。哎，就那女的，跟沈清源一起的。这姑娘看着还行，怎么这样啊？就喜欢传绯闻，搞炒作。你擦吗？谢谢，我自己擦。沈清源，你听说网上的事了吗？嗯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们公司呢可能会发个声明，划清我们之间的界限，证明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思啊，是想平息网上的舆论才这么做的。我今天想了你很多次，但是我射击的时候也想到了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。给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跟猫薄荷一样，我抵抗不了你，但是我也不能让你影响射击。所以我想跟你划清界限，之前都是误会，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有瓜葛。这样对你也好，不是吗？也。所以我现在深陷舆论中，你觉得这样做对我也好？沈清源，你从来就不会为我考虑。但凡你为我考虑三分钟，你就会知道你现在说的都是借口。你就会知道你现在说的话对我伤害有多重。